我哥安尼投票落去嘛，毋是办法啦。既然台北我已经带袂落去，归去离开好啊。就我即马应该去上班，不哩厝诶。我通趁这机会偷偷转去牵三轮车，来去外县市趁车，但卖见面，无得共时间偌久，因就将这件代志放袂记。好啦，既然予你抓到吼，明仔载随在你啦。洪姐妹，像我拢已经甲我讲啊啦，是拜托你替伊骗我的，我袂怪你啦。有一个像我那无生气，敢讲万年也无甲我见笑大甲因讲。洪姐妹，哈，你回来了才拄好，你替我载像我去工厂请假好无？请假？谁人要请假？万宁遐怪生气啊！我甲尤志要替万宁需要处理伊的后事。你讲啥？万宁遐安怎？万宁遐死的人，徛在厝外口一窟水池仔内底啦。尤志，你甲我讲，万宁遐是安怎死？万宁遐是安怎死啊？警察跟我讲，伊可能是用降温器，这等于水池淹死的啦。等来去！啊！妈！妈你！Thank you.
我不是条狗呀。跑哪去了？这少佐也不在啊。少主，你知不知道他去哪里了？拍戏，我们怎样？啊，那你知不知道有谁知道他去哪里了？哎，他们人呢？他们人都到哪去了？怎么这都没有人呢？今天是万年之锁，他给了我给上。啊？我听说你们家阿狗杀了那个水电师傅，是真的？是真的吗？少主，啊，少主，少主，少主，哪个的卡？阿玲呀，已经绿透为安啦！你若搁再哭落去，小兰转去让万玲嫂看到，伊会搁再艰苦的呢。我唔是咧哭万玲兄。那无你是咧哭啥？无啦，我要直接转去啊啦。嘿，啊你最后还袂换落来呢？你要抢来转去哦？好啦，跟我做伙转去换衫，我再送你转去啦。我袂阁转去啊啦！你是毋是受气？是毋是你气我甲手腕啊？所有代志吼，手腕拢甲我讲啊啦。我知影手腕安尼做，对伊来讲是一种侮辱。不过希望你代念手腕无歹意。莫甲伊计较，好不好？啊，你含像我的代志，甲我也无关系啊！啊，你是搞坏什么失礼啦？啊，恁像我实在有够戆呢，像你安尼痴情，搁安尼故意，别人抢都抢袂去啊！伊搁要将伊让予别人，啊，是头壳歹去哦！坦白甲你讲啦，啊，我有一个朋友吼，今仔要介绍一个查甫囡仔予我。啊，今仔第一次见面吼，若是迟到，就歹势啊，所以我要先来转啊啦。
来吃点心啦。多谢。请把您收来讲。明仔，阿有事嘞？不看嘞。多少？多少？多少？穿伤的，娘爷还叫我平安去阎王呢，无叫的，好谢谢。阿姨，你再让我哭最后一次，以后我就不会再哭了。最爱了。